一排车轮压过的人行道，驻留在别离店的街角，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是脸般的微笑，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海浪里的喧嚣誓言，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听见我说的没？听见了。你说你奶奶买了一斤生柿子吗？啊，白说了。你是不是在想石慧姐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在想啊，谁把我的作文本给撕了？董娜这丫头也太实在了吧！白洛因送我的，她送我卫生纸干什么呀？行啊，这小子，平时看着挺冷漠的，原来内心这么火热啊！哎，谢了啊，不是我买的，不用谢我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又不是一袋卫生巾。滚！又在睡觉。
你认识他吗？谁不认识他呀？他以前可是我们班的班草，我还追过他呢。只可惜呀，是他没有看上我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人特别有个性，而且很聪明。到时候慢慢你就知道了。他平时也这么爱睡觉啊？ 对呀，他平时可爱睡觉了，上课睡完下课睡。如果我告诉你他的一个秘密，你想知道吗？说。白罗莹没有妈妈。哎，你怎么都出汗了呀？你是不是很热啊？ 我来帮你扇一扇，帮你扇一扇。走走走走走。小海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来小门口接我，我自己打车走就行了。这不是怕你出事吗？这边交通秩序这么乱，司机素质又那么差，万一被坑了怎么办？ 来，你和首长置气，犯不上折腾自个儿。哎，小海，小海，师傅，能不能再慢一点？还要多慢呀？你瞅瞅这表都已经打到哪了？你看前面那人穿校服那个，跟上他就成了。啊，闹了半天你是让我追你走道的，你存心折腾我呢是不是？ 这条内裤是干净的，您怎么又给我洗了？我一共就三条内裤，一条被您倒水池子里了，一条脏了，还有一条干净的还被您洗了。明天我穿什么？要我再给你买一条去啊！不用了不用，我就穿这条，明天就干了。多凉啊！穿我那条吧。哎呀，您就一条内裤，我还穿您的内裤，您明天挂空档呀。 怎么回事？谁在我抽屉里放了一条内裤啊？恶不恶心你？哇，新内裤哎！行啊，小白，没想到你这么闷骚啊！ 前两天送卫生纸，今个送我内裤，我收下了啊。滚！刘姐，给我点纸。够吗？谢谢。
送内裤和送止泻药的是一个人，他怎么会知道我没有内裤穿，还知道我穿了湿内裤会拉肚子？昨天晚上谁跟踪我了？别他妈走完音的！我想换座，想往前调。不是，我想换到白洛因后边。换到白洛因的后面。嗯，我俩关系好，坐在一起学习有动力。嗯，这样吧，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吗？我现在就要换。好吧，那你下午先直接搬过去吧。这傻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同学们，我们人到齐了，现在开始上课，大家都精神点。同学们，把昨天发的卷子拿出来，我们开始讲题。你怎么还不滚回去呢？我换座了，我现在就坐在这儿。别搭理他，就当后面是个粪堆好了。我们请看第五题啊。哎，你说你白校服破了，干嘛拿黑线来缝啊？这叫牛。牛？什么牛？你不知道有一种牛，身上都是黑白花吗？一个黑白花，怎么能叫牛呢？得很多个黑白花才叫呢。喂，大海，你在做运动吧？我在穿针引线。穿针引线？你这一离家出走，连缝衣服的人都没了。啊？苦了你个大少爷喽！不是给我自己缝。那你给谁缝的？喊什么呀？也不是给女生缝。说你也不懂，怎么着？你说。我想你了，你这个周末来天津看我吧。成。
好。睡吧，睡吧。林子，醒醒醒醒，上体育课了。啊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快快快！不行，上课了。上课了。体育课。瞧你们一个个的啊，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没睡醒吗？打眼精神来。把手掏出来！一群窝囊废，这要是在部队，我一天削你们八回。你，出来，整队。消息，李正，大点声。消息，李正，你早上没吃饭吗？我吃了，没吃饱。回去。后面那个大高个儿，你出来。我就露一手，看到后面那个单杠了吗？我们大家一起做，引体向上，一个一个来，啊！我做的数一定超过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总数，怎么样？好好好，来，好，好。我先给你们做个示范，看好了。说起从前，一个人拖延着时间，我笑着听着你诉说，眼前却模糊了一片。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。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我嘴角，残留下温柔。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
我不说实话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，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，我嘴角残留下温柔，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，别走。